接着我们来看哦，为了庆祝幸运大师的华诞，海外的佛光人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。有的人呢是拍 MV， 有的人是制作了寿桃，集体创作来发挥创意，透过了五花八门的方式来祝福幸运大师生日快乐。佛光山大洋洲法师们在镜头前展现好歌喉，而佛光人们也对镜头唱出无限感恩。大洋洲佛光人总动员拍 MV， 为的就是向最敬爱的星云大师说声生日快乐。大声疾呼佛教靠我，马来西亚佛光人也祭出 MV 大阵仗为星云大师祝寿。我们是马来西亚佛光人，祝福师父上人无量光无量寿，法体安康。小朋友稚嫩嗓音向星云大师献上祝福。新冠肺炎肆虐洛杉矶，佛光系列学校透过线上课程让孩子们了解星云大师慈心悲愿，要在他们心中种下菩提种子。搬出小提琴演奏感恩的人生，伦敦菩提园小朋友大秀才艺，用画笔画出祝福。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切成平均。佛光山印度沙弥挽起袖子制作寿桃，把满满心意揉进面团里，端出超精致作品，跨海向星云大师祝寿。祝您生日快乐，法喜安康。巴西如来之子袖中文，而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干部也录下他们想对星云大师说的话。我为你阿弥陀佛，恭祝大师法体安康，福寿绵长。我们一定追随大师的理念，与常住民共同耕耘我们佛法，普照三千界，华水长流五大洲。全球佛光人绞尽脑汁集体创作，用各自方式向星云大师祝寿，也许下不忘初心承诺，发心继续护法护教，让佛光普照三千界，华水长流五大洲。那位是综合报道。